The Tasty of Anagen， 随心自如，优雅滋味。大家好，我是林心如。随心自如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放松、很自在的一个状态。我觉得优雅是一个时间的积累，是一个很从容、很平和的态度，然后是非常大度的。